一零七学年度家长会受证典礼啊，以及我们今天还有进士哦活动。那我们的典礼开始，陈英志会长，掌声欢迎陈英志会长。啊，所有的家这个常委和各位委员，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会的各位啊，跟很多家长会的各位，那个大家晚安。我们学校的北新国中家长会是今年有很多生意接近进来，新年组的生意接近来。那我们北新国中在我们徐吉尊徐校长的领导之下，校长也得了我们的全国的师铎奖，好，得了师铎奖。那我们的家长会跟学校的密切配合，然后还有学校各处室的活动的赞助之下，那我们的北新的校务真的是蒸蒸日上。那当然等一下我们有从家长会带还有校会大家排头礼照顾的，会跟大家就是在引导，因为我们家长会哦，大家都属龙凤相克，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大家都聚在一起，还有所有的荣誉会长荣誉副会长都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有时间拍大合照。好，那我们在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用餐愉快，谢谢。非常感谢我们连任的我们家长会长陈富成会长。我们北新国中我们的徐校长，校长哦，你们挺够的呀，太夸了啊，会长还有啊会长夫人还有会长会丢爸会丢你们会长的爸爸妈妈啊，还有各位我们家长会的荣誉会长副会长啊，我们还有荣誉副会长，北京国中很特殊的一个自编制哦。那我们常委、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啊校友会的啊这个创会会长、会长，还有所有理监事，哎 ，hello， 啊，还有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衣食父母们，啊衣食父母们，我们仁美的校长，啊我们松竹的校长啊会长，人美的，还有我们的四维的校长跟我们的会长，啊，我们的长官到了，庄初冬，啊，我们的初冬，我们的初冬雪，贵宾们，大家好，大家好，所有的老师，这个全部都老师们的功劳，真的，全部都老师们的功劳，在所有老师们的一个努力耕耘之下。努力付出之下，老实讲，我们已经把教育界所有的大奖都得光了。从106年到现在是零中错、零春晖、零霸凌。我们的校务评鉴啊，是同就唯一啊同一起评为特优的亮点学校，然后又是领导卓越学校，又是属于师铎奖的。然后我们教学方面呢、啊，是台中市教学卓越第一名的，然后机器人的发想基地给台中市的。那北新国中其中已经大家很骄傲的是，我们从104开始，你们是我们104年开始啊，我们已经是全校所有小朋友都可以上机器人课，所有的小朋友。零五星看电影，零五星那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各位。当人家不想去看后面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老早已经把所有的学生的成绩通通有往上拉起来了。而这个全部的功劳，全部的功劳，就是我们北新国中的家长会。段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特别历年我们北新国中
啊，这是咱的我们北京国中的光荣哦！大家好，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教育界哈、哦，我们大家长彭务员彭局长，掌声欢迎。我最想来搞一个，听我的夸夸父，我最想来搞一个，听我，哎，好，想听你，啊，我们的局长，感谢北京国中，还有我们今天家长会长啊，交接的大局长。那陈会长，陈会长，陈会长，谢谢啊，陈会长，在多次的有关教育的场合一直邀约啊，我觉得陈会长就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那跟新国中一样这么的棒，这么的精彩，所以特别啊，谢谢谢谢，因为我们陈会长爸爸妈妈，哎，好，那一方面啊，北新国中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有参加相关的活动，包含去年的学习成功啊、哦、那然后相关的补救教学，还有机器人教育，以及校长得到师铎奖哈、哦、哎，掌声啊，啊，恭喜我们的局长来，那这些我们局里面的所有同仁啊，一直跟我讲北新国中表现得这么杰出，那希望我在很多的场合一方面能够代表局里面表达对北新国中这么认真的付出啊，表达大家的支持跟肯定，同时也对陈会长啊，能够花费这么多的心力啊，愿意来帮北新国中继续提升跟向上，那特别代表市长来恭祝我们北新的发展持续再造高峰，二方面也感谢我们会长跟会长的家庭，像这么支持，几乎全员都来了，显见不仅对会长支持，也对教育的支持啊、哦！所以我们为这么家庭，这么为教育付出的家庭，给他一个热情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各位，真的很感谢，由衷的感谢。根据这么多北新的好表现，一直说他今天也要来一下啊。一方面感谢校长的付出，跟这么多市场们的努力；二方面也感念我们会长一直带领着诸多的我们会员干部，还有我们的家委会，持续的为北新付出心力，甚至很多是付出资源。所以代表市长，一方面感谢，二方面对北新的投资，刚才已经讲了。我希望在最近的时候，如果校长对于不管是剩下这还有两个月，或是新年将要开始，您就尽管提出北新发展的计划，我们来支持，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觉得给北新充足的资源，北新一定会把自己的责任奉献到最高点，一定会像这几年继续为北新的孩子找到。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就，每一个家长都信赖，我们愿意继续投资北新，给北新最大的支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局大家长，我们的彭局长，谢谢。好，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我们局长啊、哦，感谢我们局长对我们北新的疼爱啊、哦，好，谢谢。谢谢啊，会长的证书就是我们的局长哦，来颁给我们陈局长。我们现在非常恭敬的来颁发这个连任证书，谢谢谢谢。来，摄影师。啊，这是我们北新国中要颁给我们的陈志成会长。
那、啊、以及如果我们的，哎，旁边还有没有？还有我们的同事的我们那个